了。刚才我们就炸了了，现在就它有一点黄黄，有一点脆脆，你们就可以拿上来了。OK， so 又不要太久咯，没有等下它会苦的。现在这个就是大豆肉，我们就要来炸那个sweet and sour， OK， 酸甜， OK， 现在我们炸一炸它先， OK， 通常这个要炸差不多也是要带一点黄，最重要那个油一定要热，哦，如果它不热，到时候你炸起来它就很像。软软的就 不好吃。等它变那个番茄汁的时候，我们就放少糖、少盐跟少味精。我们就等它好吧，要放一点点的水，这样它才会变那个番茄汁啊。看，你们看，它已经开始变了，变了。好，等它滚了先。现在差不多要滚了，然后我们放一点糖，一点点糖。就看咯，看你们吃多还是少，如果你煮少就是少盐咯，你们少糖，如果你多你就自己的分量自己看分量，因为我煮少所以我就没有放多，放一个意思。掺进去，混合，就倒下来。这个就是乖发期。OK， 我们第一，我们就炒那个鸡蛋先，然后就拿起来，然后就放一点豆包炒一炒，然后还有那个，那个放那个一点盐，一点味精，然后还有放一点点那个叫什么呢？黑椒 ，OK， 然后就跟它炒到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放那个鱼翅下去 ，OK， 放了鱼翅下去，然后就要等一下。那个鸡蛋就可以放进去了，这个就是鱼翅 ，OK， 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就炒一下，炒差不多要干一下，到它差不多干了了，我们就放回刚才我们炒那个鸡蛋，我们放进去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然后放一点那个就炒一下，然后拿一个碗就放进去，OK， 现在就好了，我们可以上碟了了。鼓一鼓一下 ，OK， 看到差不多了。
我们就可以上那现在就刚才就放那个鸡蛋，刚才我们第一次炒那个鸡蛋就放进去，放一点那个黑豉油给它一点有颜色，好，不用多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叫什么黑酱油，我们就拿一个碗，我们现在可以上碟了，我们放在那个碗，然后房，然后我们盖着那个碟那边，说它就比较美一点。好，这样子转，哒哒，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放一点那个菜，那个叫做daun ketumbang，哦。切一点那个刀格东巴放下去，就看到有一点轻轻一点。OK， 好的，哒哒，我们的怪发器好了。好，完成了，记得 subscribe 我啊，谢谢你，再见。